早上的7:47，我们来看一下1月11号539的本钱。先来看看，现在已经中了三次，啊 ，B 组牌中三次 ，A 组中三次 ，B 组中四次 ，C 组中三次 ，A 组全中一中，一只 B 组全中二中一 ，C 组踩住。那现在来看一下539本钱，今天1月11号，啊，我们已经中过五次，啊，今天的本钱是1325。1325，昨天是1250，减掉中奖的530，那就是你还赔一点钱，赔690块钱啊！昨天是赔690块钱，但是整体来讲，你已经赚了啊，7车14000啊，你也还赚13000多啊！这是我们昨天的获利情形啊。这个你看 ，A 组牌全车一只啊是300 ，B 组牌全车二中一是600。C 组牌踩住0.1是350，踩住是12222。各位，我跟各位报告，这个我每天啊，这个写的投资多少钱很清清楚楚，号码啊，我们隔天才公布的。那么有时候我们啊，把那个五只这个全车一只或全车二只公布在六只或者五只那里面啊，那个尾数那个碰尾数那里面，就我们昨天啊只中了5尾啊3尾跟7尾。5尾没中，啊，那么请你不要再打电话来，什么事情请传简讯给我，我会一一回复。我电话太多，一天要讲100-200通讲不完，啊，什么事情我看一下就知道了，啊，今天会费是1000块，赶快寄来1000块，1000块才给你传资讯，啊，特别会员你听清楚哦，我现在服务是比较有钱的特别会员，啊，这个特别会员每个月月费是5000块。啊，我保证你中赚大钱，你看你的财力可以签多少钱，我会个别指导。啊，其他人我就不再讲电话了啊 ，OK。